叠起来打出了一个伤害加成。 这个晕两个人都躲过了，这么一来的话，布隆被都被打出来，剑圣已经晕眩了200血，只好交虚弱。目前剑圣跟塔利克两个人是两两分开的，这一下正给大招是关键。塔利克过来掏了一个虚弱，正走上来，男枪想要逃避，但是圣枪哥的一个一闪现，嘲讽命中了，然后剑圣跟了上来，这一下男枪其实是没有什么可以打的空间了。晕这一下没有晕到，下面布隆给了一个 Q， 减速了一下剑圣，但是CQCD已经好了，剑圣又砍了上来。 而且有闪现跟，再砍一刀 ，Q 躲过 ，Q 收粉杀起来了。看一次，可能上面有可能是有一个单打的机会出现。不过我们先看一下回放，这一波伤害打得非常足，圣枪洗礼之后打出瑞兹闪现，然后跟了一个闪现以后，然后交出W 技能，他也提供一个百分比的伤害。哦，又来了，直接砍，而且砍出来以后一发动。 好，稻草人还跳大招进来支援，这一下中野的2v2变成了一个2v3，而且很难对抗，应该多寻找开的机会了啊，应该要多寻找上去开的机会。一出来打到，又来了，对，就像这样。就没了，就是这一波，因为说实在的啊，在周期没有加入的情况下，这三个人要稳杀中路，带补两人是非常轻松的。出的射手，对于大龙的伤害其实都比较一般，又是一次的保时加剑圣，但这一边是布隆成功的一个反打，而且保时并没有大招，现在剑圣。 是往回夹着尾巴跑，那男枪交了一个闪现以后，立刻被套了一个虚弱。有个机会再打出一枪，把宝石给击晕。宝石手上确实是还有一个秒表可以用的，但这个地方能不能达成击杀呢？最终是被 Maestro 掉了。可完了，想要越过塔吗？剑圣又 Q 了上来，剑圣是没有大招的，宝石给了一个晕眩。哇，这个嘲讽闪现太关键了吧？怎么这么及时啊？ 这一下男枪要走，走不了了，被蝈蝈遭到蝈蝈击杀，取经折月来进一步的追击，但是布隆跑得非常快，瑞兹交了一个闪现以后出 EQ， 但是被举盾挡住，也是在。这边 Q 一下出来以后要被逮一下，宝石立刻开启大招，剑圣也开启大招想要来做反打了，剩大招下来这个嘲讽是被躲掉，那 B 这一波还不错，哦，一个大招反顶回来，剩一个人在前面是要被卖了。 那这一波 Snake 反打显得有些冲动 ，W 获得了一个不错的击杀。 抓得很巧妙啊！哎，刀妹直接一个大招进来，打出缴械，剑圣往后交闪现以后，现在缴械应该差不多结束了。但是又被套了一个虚弱，剑圣遭到击杀，被男枪终结。康迪拿回了一大笔钱，Maestro按下金身以后，卡在高地塔下，没有被击杀。W 这一波的话，但是瑞兹绕后了，这波瑞兹一个人能行吗？瑞兹卡了这个位置，加了一个圣的传送进来，变成是形成了2打3。瑞兹先行定住了奥恩。 奥恩这边 missing 应该要卖自己就队友了，把这个局面找回来了。奥美直接大招上去，打出缴械以后，心脏剑圣陷入战斗不能的状态，而且布隆还贴上去打了一个3层的被动。这一波的突然变速爆团，Snake是没有反应过来，啊，这一波积累的优势 ，Snake 这边也是我觉得，可能就让他们有最后一波机会了。剑圣被击飞，这时候宝石大招还憋着没有下来，但是奥恩成功把人给击杀掉了，这个时候开启大招让剑圣。 贴到刀妹脸上了，这一波也是被消弭于无形。接着轮到W反击的时间点的刀妹砍上去以后，打出布隆被动，把圣给击晕，但是剩一个嘲讽拉过墙。奥恩交了个闪现以后，一头锤起两人，成功击杀掉了瑞兹还有稻草人。 哎，我觉得关键是他们很清楚。哎，鲁西安这个时候一个一滑步上墙以后，布隆上来 Q 了一下，被动只打了1层，没有办法把剑圣给击晕，但是没有关系。W 1已经拿下本场比赛第一条大龙，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上。是的，要看一下，就是刚才的追击战。哦，这一下啊，有密斯的这个闪现硬顶飞，真的是打得非常不错。哎，留住了两个人，才给他们去打大龙的机会。 中路也没有人去守啊！哎，瑞兹开车先守，瑞兹开车先的稻草人先守，这一波团战。但是第一波打出来震撼效果非常一般，是一波操作进行。但是这个时候剑圣加宝石进来，但是剑圣直接被秒了，大哥被秒了。这一局游戏的话 ，W 就很有可能直接一波，这还是带大龙 buff 的呢。 能不能抓下来？成功的把稻草人也给抓掉了。刀妹打出了一个3杀，9-5-7。这场比赛啊，这一场打出3杀的团战应该是可以帮助队伍一波结束比赛。啊，恭喜 WE， 恭喜 WE！ 哇，这场战斗哦，其实我觉得是有非常刺激的互相近身肉搏的，但是就是 Snake 两波没有处理好的情况下。 啊，直接就没了。
对，这个战术就是这样子的。对的，就你只有一个大哥，如果这个大哥，他在某些细节上出现了一些失误，或者说，被 W 抓到了一些失误的话，那么其实就他的一波节奏相隔之间是很大的，一波节奏跟第二波节奏中间的这个时间相隔，它是一个保持其实的大招，这个大招是